建筑代表一座城市的骄傲，你有没有想过打造这份骄傲的除了一众建筑师、工程师、测量师和前线的技术人员之外，背后还有一班营造师和我们一起建筑整个城市？营造师，一位建造工程的首席指挥家，负责领导和指挥整个团体，由公共建设、住宅商厦到道路桥梁等，在每个建筑项目启动前，都需要一位涵盖不同专业的营造师统筹整个施工方案。由策划到合约、商业到法规、协调到环保和安全上，尤其在香港这个对建筑物质量要求极高的国际城市，当中涉及更复杂的建造管理和技术，所以营造师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挑战和限制中带领整个团队，确保每项建筑都可以由平面走到立体。作为一个在营造业具领导地位的独立专业团体，香港营造师学会 HKICM 一直致力提倡营造师的专业精神及操守。除了透过严谨的注册制度推动公众认可的监工人员专业地位之外，HKICM 更会持续评审和认证营造师的专业水平和资历，确保每项工程都可以达至国际专业水平，符合公众对工程品质的期望。至今 HKICM 会员数目已经超过3000人，专业涵盖具施工及专案管理经验的建筑师、工程师及测量师等专业人士。一座城市可以充满很多可能性，全球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迈向建立营造师的执业资格制度。在未来 ,HKICM 希望可以培育更多专业营造师，为建造业发展共同努力，一起携手营造整个令人骄傲的香港。